代表我的当事人赖文芳女士反告张婉婷小姐违约。根据律师伦理规范第十一条，律师不应拘泥于诉讼胜败而忽略证据之发生。当事人的说辞当然可以上诉，但身为律师还是必须善尽查证的责任。所以张婉婷的说辞你们查证过了吗？我敢保证，她绝对没有说谎。我方合理怀疑张婉婷参加海选，显然是为了自抬身价，另有其。你当然知道那是刘东的房间了。每周六晚间8点到10点，《王牌辩护人》东森戏剧台。